经诞辰，听说会有很多神仙来祝贺呢。你也看到了，神秘魔道入侵了，连我手下的天兵都入了魔。小心，岛上似乎有异常的能量波动。这些魔道之事可能是从结界传来的，且待老夫查探一番。师尊令我前来赴宴。这位道友，可知发生了什么？只要有我杨戬在，绝容不得妖孽造次。斩妖诛魔，乃我辈当为之事。灵宝天尊神通广大，他一定有办法阻止魔徒。天地万物，道法自。本座守护着剑阵几千年，没想到今日竟要开启它。顶级觉醒按钮，获得更深厚的强大力量。本座守护着剑阵几千年了，没想到今日竟要亮劫将至，天地将以。事不宜迟，赶快离开这里。好险好险，终于逃出来了。传说得到幽冥之心的人就能获得冥界的力量。的老头叫你来的吧？世人皆说愿者上钩，而我的夫子带路。经验仙灵可以大幅提升打怪经验，还能帮主人自动拾取掉落哦。世人皆说愿者上钩，而老夫之代有缘人。幽冥之心的魔气让父王失去了心腹，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。切莫被魔气迷惑了心智。我人必要的三界六道通通覆灭。寡人必要这三界六道通通覆灭。大荒泽以前不是这样的，如今早已被魔族烤得乌烟瘴气。都说我是祸国殃民的母亲。
先生。师尊，凭什么把封神榜让你这位师弟保管？所谓正邪，不过是心中所朝的方向不同罢了。即便是太阳的光辉，也有照耀不到的角落。阴抱阳，生天地，大道为造化之本。毁灭魔头入侵在即，眼下可不能自乱阵脚。我共工一族，绝非贪生怕死之辈。贪生怕死之辈。打架我不擅长，但是逃跑嘛。魔道？什么魔道？你们抓错人了。